两好两坏，二垒有跑者，一分差距的比赛。这一棒打穿了一垒防线，新成安打了二垒上的跑者争气要踏过三垒回来得分，两出局之后打出的安打打回来打点最珍贵的喽。拉米戈桃园队将分数追平，双方一比一平手。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球之差，没错，但中成佑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了，打点打进来了，我在讲说他今年打点特别少。右外也没，右外也手刘福豪没有尝试往本垒传的，有机会传，没传，等一下再看看一下，是不是球没拿好，或者他认为已经不可能了，球没拿好，球没拿好，嗯。